大家好，我是非遗剪纸传承人谢宁。中秋是一个团圆的节日，人们喜欢用火红的热闹的元素来装点一下节日的氛围。恰好我们的剪纸万物皆可剪，人们就喜欢用剪纸的方式来剪一些具有团圆意义的图案。这一次我也是特定的做了两幅关于中秋主题的剪纸，一幅是我们的玉兔，采用了兔子的形状，然后内部的填充了一些月饼元素的纹样来进行装饰的，还有一幅是嫦娥奔月，表达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